本集由崇文社 Carmaster 一客馆、新世纪、诺亚方舟、纸牌屋以及香港 Press Car、 北京卡拉河、广州废柴猫、槟城 Apple Brothers、 抖音 PTCG 东东鼠赞助播出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芒果的中文版赛制排除解说 C 案齁。今天来讲千面必一轴的千面。之前我们是搭雪绒鹅齁，那今天的话来试试看我们的新卡千面必一。看一下第一招齁，挑对方一只齁，后排也可以打 40D， 后排不看弱点抵抗力。那这一招的话呢，很后手是可以用来点一下的，还不错齁。来第二招打130看对手的手牌，这一招也有机会用到。接下来 VMAX 血量320，弱点是电。那现在电猫比较少啦，所以我不常看到它被克数。第一招打60可以把对方前排的一颗能量返回手上，那也可以不返。假设我这一下可以击倒你的话，那让你们能量掉到墓地的话，这个也是好的，对不对？所以说有时候你可以选择不返回手上。第二招 160D 后排打60，这个60的话非常好用。假设你遇到什么白砰砰插制服这个的话，你只要打三下，他这个对方也要去了，是不是？那这个的话最怕的就是梦幻。假设对方梦幻蹦出来的话，你如果能够把墓地一招直接收掉的话就先收掉，那收不掉的话你只能用我们的前面 B 来做射特性的一个动作，把它射掉。来，接下来看到我们的这个东东鼠为什么不放插字符齁，等一下跟各位讲。现在非常多人都改放这个东东鼠了，包括我们，其实它配置有点像连击熊齁，差一点点而已，所以我觉得东东鼠好用一点点，而且帮助你绿牌。接下来马夏朵，因为我们放的是雪豆道场齁，雪豆场雪道场，对齁，然后所以我跟你讲，如果遇到了对方是这个混沌场地的话，我们的马夏朵就可以把它炸掉，是不是？接下来梦幻放一张，这个内战啊遇到连击熊都非常的好用，反正现在牌组一定要放梦幻，所以梦幻各位有的话放一下好不好。接下来来雪吞虫这一张的话呢，它可以从墓地捡一张基本的宝可梦齁，放到你的 bench。 那这招如果能用就用了，用不到就算了，因为它就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东西。这个齁，你看到这个，因为我们在有美容的情况下，其实你只要手贴到一张能量的话，那你的千面 BE 三颗能量基本上第二回合一定蹦得出来啦，不说一定啦，因为我们配千面嘛，所以变色系的话随便拿，所以你美容跟墓地有一颗水能量的话，它三颗能量就能蹦出来了。但是一防止齁，防止说真的不够顺的话，手牌啦，我们还是得用一组的这个雪绒鹅齁，让对方来防止，就是哇，你有办法美容也有办法雪绒鹅，所以说你有机会一回合蹦出来一只 VMAX 齁，有机会，所以说对方就会防范一下。来这个特性齁，帮助你的这个后排的水系宝可梦齁，从你的手上贴任意的基本水能量给他，那我们的这个在后排的话就随便你贴咯，好不好。接下来泪眼蜥放三张，以及变色蜥放三张，还有我们的这个千面壁齁，色20的这个放两个3S 数的放两张，谍报放一张。很多人现在都放了三张这个色的，然后不放谍报，为什么？因为这副牌不太一样的是，我们可能非常需要用到我们的美容以及我们的雪道场来干扰对手，所以说我建议还是要放一张谍报。如果在连击熊的牌组的话，大家应该就看过，就是说齁，我们的连击熊都是放三张这个色的，是不是？所以说他们就没放谍报了。那谍报的话，他们有其他东西可以拿来绿啦，所以我觉得不太需要。那这个副牌的话可能需要齁，放一张。来水桶一张，拿两张水量，逃脱绳一张，然后熏香两张，然后等级球三张，这个应该就没什么太大问题吧，对不对？来钓竿放一张。刚刚讲到说为什么不放插字符，因为我们如果假设怪物真的丢掉的情况下，至少还有这个钓竿可以洗回去齁，能量也洗回去。但是如果你用插字符的话，有可能你根本一堆进化的没办法进化上去齁，你丢又丢不掉，结果导致你插字符只能抽个两张，那就没意义了，对不对？或者是你的梦幻被人家收掉了，我们可能急需要把它捡回来，这都用得到，好不好？这非常重要。钓竿，再来，交换通讯两张，星际球四张，这个等，叫什么印章哦，一张雪道场两张，这个配置应该没什么太大问题。其实芒果比较想要放三张板木啦，不过没有位置了，好不好？你们可以自己想看看怎么改。接下来玛丽两张哦，美容三张。这个志愿者部分你们可以自己做调整，不过芒果觉得这样就蛮好的齁，蛮好的。博士三张，气球两张，捕捉能量两张，水量八张。好，那这副就是我们新的千面壁翼轴的千面壁翼 VMAX 啦。那我们先进一段广告。本影片由 Proton 合作播出，他们是最快速及专业的序号商店，您可以舒服的在家下单后，序号会立即寄送到你的信箱。不是代码还有折扣喽。那我们千面壁翼齁，尽量抢先手。那你如果雪吞虫能做就做吧，做不出来就算了。哇，后手这好啦，这手牌 OK 啦，后手 OK 啦，这样可以啦。
看一下对方打什么。三神哦，应该三神。等一下我们博士直接全丢。梦幻应该用不太到，现在三神没有什么打后排的。Yes。哦，前面水。大嘴挖起手。好，贵重球拿个三神。然后看有没有苍响来做一下特性。因为先手的三神差不多就这样子而已。天能量结束。苍响抽三。好，先球游。之前那个官方有比赛嘛，对不对？线上版的，他有送那些序号，芒果在粉丝页都有发，那你们可以自己去拿一下你们想要的卡片，好不好？应该说他都有送啊，像至少好像送的吧，苍响。哎，想一下啊，三神应该是放混沌没有错吧？他刚放森林，对不对？那就不用炸，那还好，森林也帮到我。想一下哦，大嘴娃起手，所以我的这个我想一下，绳子用不用到？绳子好像用不太到，我都用不到哎，全丢吧。是不是？可是我需要派他上去。好，OK， 全丢。哦，这手牌还行哦。让我想一下哦。等一下，芒果的泪眼吸只有两张哎。认真的吗？我练习卷只有两张哎，太夸张了吧！我靠！然后想一下哦，让我想想，这种情况怎么打比较好？想一下哦，因为我练习只有两张了，太尴尬了。动，我还想做第三张的。嗯，好吧，先这样子吧，不然能干嘛？想一下，160、160、40给前面好像没意义，对不对？40、60，好，给你。因为我等下点个20滴的话，我160就收得掉了。好，水能钢补丁，然后能量转移开G叉。没有钢补，有了钢补能转G叉，这张芒果有点危险。头巾哦。干嘛硬我？你要插字符是不是？然后、哦、硬一下好像也不错，这硬的好像还可以，各位。想一下哦，这硬的可以啊。好东，两张板木，哇，好赚哦。他拼能量转移没办法，三神都是这样子，一定要拼。他现在拼个能转，所以现在很多三神都会放一张那个什么。那个封路，我觉得封路真的不错。芒果用到现在，觉得哇，封路真的蛮好用的。可现在三神好像都走那个三鸟轴的，对不对？蛮多三鸟的。哇，梦幻，梦幻，想一下怎么打？梦幻，梦幻就不好打。好，抽三。Let me see， 让我想想。想一下哦，没有水能，但是可以进化。这种情况我们先丢，因为我们的钓竿还在。对，钓竿还在。然后这个先贴这个，然后特性给你，然后雪道场可以压，进化后面的，我们前面气球给前面。
其实我现在比较想要用抓那个用板木抓出来揍啊，可是没办法，我芒果手牌动不了。Yes， 要拿玛丽还板木？博士好了啦，不是板木，不能板木会爆炸。想一下哦，来特性，然后进化，进化拿什么？想一下。先不要进化，拿板木吗？还是拿钓竿？哇，糟糕，芒果现在有点难打了。我想一下哦，墓地没水能。嗯，所以等下美容动不了。想一下哦。那芒果想一下，等一下让我想一下。我觉得我先扣着好了，好不好？好，我觉得我先扣着。好，这60随便的，因为有梦幻，所以没办法。是可以先拿板木啦，给他个下马威，因为他现在连狙杀都还没开。好，看他现在怎么办？他现在就是能量木，用力的丢到墓地。然后赶快不做出一只苍响，还是他干脆直接打第一招了。他如果直接打这个150的话，哦，对芒果是好的。但他好像也只能这么做，他硬开狙叉好像有点危险，不然他抓我罚站。可是芒果气球手上还扣一张，所以他现在非常非常劣势。他第二回合没开到狙叉，不，第二回合没开到就是太亏了，真的亏啊。不过三神哦，有逆转的能力，各位，三神是有逆转的能力。好，开了。他赌我会杀掉他，还是杀梦幻？是不是？我觉得还是杀掉他好了，好不好？杀掉他，然后用射的射梦幻，对，应该这样才对。好，我们拿钓竿。Yes， 两只，一二，然后先填玛丽。来一张进化，射，我们来射梦幻，哇，两只水，好，各位，这个不可能输了啦，这个太扯了，这个钓竿超神，有没有？你看现在三神基本上轻松打，各位轻松打，不，他开到狙叉，他刚刚如果开到狙叉，这回合有打到我的话，其实我也不怕，因为下回合的话，我也是可以用这个叫做什么？我的千面壁来击杀他的苍响，所以我觉得还好，除非他养另外一只苍响。好，梦幻上应该还好，他上一回合有打到我的话，这回合用苍响来收头，而且你看我雪道场虫都盖到我耶，看一下哦。伟大捕捉器丢掉了，所以东东鼠不应该不太会被抓。他板木也掉两张了，你看这场应该是无悬念的啦，我觉得应该无悬念。不过三神确实真的有反败的能力，我们还是要小心一点的好。他钢补丁几张？看一下，钢补丁两张了，所以这一只是做得出来的，哦，这一只苍响是有机会做出来的，要小心一点。感觉他现在下不去，欸，没有 switch， 有绳子吗？绳子两张丢了 ，switch 一张丢了，下不去，果然。好，那我们就应该无悬念赢了吧？我是猜的。你看切面，各位，这张每一个都表现到了，非常的强。先射，好，先把它射掉，不然后排没得打。应该是这雪道场有卡到他啦，我在猜的。然后160直接抓东东鼠杀。OK， 没问题吧，宝贝，各位宝贝，给他。我们现在甚至把能量养这个都可以，所以什么都做出来，这个已经完美形态了吧？随便打，这随便打。好，我们的千面臂翼，千面臂翼轴，哈 ，V Max 跟这个小千面轴，哈，
应该可以啦，我觉得这牌煮的还行，你们可以自己各位自己调整看看。那需要针对的部分的话，可能我想一下哦，好像也没什么需要针对，因为都好像都蛮差不多的配置。那喜欢千面的朋友们绝对不要错过这一副，因为全部都是你喜欢的千面，就是好啦，我是常年住在非洲的芒果，下次见，拜拜。喜欢芒果的影片请按赞，想知道更多 PPCG 欢迎订阅频道，小铃铛开起来追踪直播，芒果最新动态都在我的粉丝页及 IG， 我们下次见。